来公立教学，好，这就是攻略啊。这种游戏我也蛮喜欢的哦。我们这边先把震动给关了。好，这边主界面哦啊，我先把震动关掉好了。原来很多卡片。哦，看似没有繁体中文啊，其实它是有的。震动关掉。加算列名，主要是登榜要用的，安尼。这种类型的游戏呢，很耐玩。我记得好像有类似的大作吧，三消啊，空间跟 A 都是三消啊。好不好？好不好玩？可是不能爆满，对不对？你可是好现实哎、欸！哦哦，不算不算，时间到了吗？我刚才没看清楚。为什么失败了？啊！安卡格子有墨啊！我都忘记格子不能爆满呢。对啊，一直没记起。一不小心就忘了没。